娱乐无限的时段。表演时段呢，首先请出我们我们亚城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女高音，我们那个平交会的女士。当然了，她也是我们的东方之声的一个导师，崔千玉。接下来呢，她将用她非常浑厚的高音呢，为您演绎一首非常好听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谢谢，儿子下去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对不对？完了之后的话，又唱《我爱你中国》啊，这个就是说，把我们的思乡和把我们思乡的情绪啊，一下都带到中国去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想想家里的亲人，很多像我想很多在座的人，有些是有老人在这边，还有很多老人在国内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都希望在国内的老人他们都健康啊，平安，只要健康就是福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。他们就是想到国内的父老乡亲啊，就家里的老人，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将来我们老了会怎么样，是不是？
那么下面一个节目啊，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在座的人比较熟悉，也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的，是一个叫做希望老人快乐舞蹈队。让我们伴随这些快乐的老人的舞步，舞出激情，舞出快乐，请大家欣赏。谢谢。
请留步。跳得好不好？好。刚才啊，开始几个老妈妈在前面跳的时候，我就在看，我说好像里面有一个跳的动作不是很好。好。后来我一看啊，原来是我们的领事在里头混啊，潘亚军。是不是啊？因为是有一位老妈妈今天生病，所以呢，就是临时抓了那个，就是我们一位女士易军病，所以我说这个动作怎么好像不太对，人家往左，他往右啊。好。还有啊，你们想知道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？75岁。这里呢，年龄最大的是80岁。81岁，因为已经过年了啊！你可以想象，我们到了那个年龄时候还能跳吗？所以这么简单啊！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就像在4年前的时候，也就是那时候我刚做会长，2009年、201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第一次邀请到，有幸的邀请到这个快乐老年那个就是希望老人的快乐舞蹈队，第一次到我们那个中秋晚会，到我们那来演出。当时轰动全城，从此之后，他们就对我们那个什么，他们是我们的铁杆的支持啊！每次东北同乡会的活动，他们一定都是最坚决的支持啊！那我们再给点掌声，请大家给他们一点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下面那个会长已经发完了是吧？那个谁，小杰啊，想知道他们的舞蹈老师是谁吗？他们的舞蹈老师就是我们的于小杰。小杰，请你介绍一下各位爸爸妈妈好吗？爸爸有话要讲。这是我们的好女儿啊！我可有福了啊！我的爸爸妈妈坐在下面，我上面有这么多的爸爸妈妈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就说也说唱过常回家看看，也看看听过那个我爱你中国，完之后又看到那些老人们为我们一个精彩的表演。那么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我们由4位东北同乡会的女士给我们表演快板大拜年。说起这个大拜年哈，这个他们那个词全是自己写的，其中不光是他们自己，还有几位在座的高手帮他们在写。其中比如像湖畔居士，这个站一下啊，应该还有夫子，请站一下好吧？我不知道，另外还有杨子，应该也是帮他们一起写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人在不在。上面没有看到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这是他们原创的东西，请大家欣赏。表演者周金、范雅君、杨子、李春仙，请欣赏。好啊。
穿的真的。家里向外多干点工作嘛，好要嘛，多赚点儿，花的时候大方点儿，老婆孩子亲热点儿，团团圆圆幸福点儿，见了美女淡定点儿，老实安分。有理点儿，放下去，有理点儿，你妈妈爸孝敬点儿，团团圆圆幸福点儿，幺六八是非多。接下来李丽给我们带上一曲《父老乡亲》，请大家欢迎。谢谢。父老乡亲。
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好硬了，有感觉，你们好硬。谢谢李丽啊，这个但愿他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啊。完了之后大家还记得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大家一起嗨起来啊，嗨起来。所以的话大家还记得在大概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有29家协会一起办了一个也是办了一个就是节日的会啊。在那个时候的话，当时有一帮人在跳舞，还记得吗？当时在跳舞，有一个红发女郎，完了下面一帮人金光闪闪在那边跳舞啊。那个舞对，就江南 style 对不对？那个郭鹏还在那边，但是今天啊，那个舞是谁编的呢？那个舞就是我，大家能猜得出来那个舞是谁编的吗？对了，于小杰，就是于小杰编的啊。那么今天于小杰和他的舞伴们又会给大家带点什么东西来呢？请欣赏舞蹈狂欢之夜，让我们一起嗨
起来，让我们狂欢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于小杰大家都已经认识了，还有一个是范亚杰，是我们的理事，对不对？刚才跟那些老妈妈一起跳过舞。那还有一位是金哥，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。等一会儿大家还会欣赏他的唱歌，他是歌舞两栖都可以啊。还有的话，一位是叫杰尼口王，他是跳交际舞的，非常好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刚才那个高的。等会儿呢，我们之后的话，晚会之后还会有交际舞，所以
就说大家可以慢慢的就是欣赏。那么下面啊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老人的表演，也看过了现在这个中年的表演，是吧？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到我们下一代的表演，街舞哈，下一个英文就是 hip hop 啊，大家可能都明知道哈，街舞最早源于美国，是街舞表演者的即兴表演，现在呢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，因为呢它象征着享受生命、享受生活、挑战的象征。是啊，那个大家现在如果看春晚的话，每次春晚一定都有这个街舞的表演，就说明在国内也是非常流行。那么现在下面这个街舞啊，它不是一般的街舞，因为它是完全是原创，它这个原创就是编舞的人，也是同时这个跳舞的人之一啊，是我们于小杰的千金。啊，叫 Cherry Song， Cherry， 大家可能什么 Cherry 的话呢，他多才多艺啊，他同时的话又是在亚特兰大，就是在魏东升陈杰他们那个芭蕾舞啊，那个舞蹈学校，他也是跳舞的主力。大家以前看过那 Dark Parker 啊什么这些，他都是跳舞跳得很好。另外还有就是说，你看那个春节晚会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是他们汇报表演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小孩跳的那些舞啊，就是那些小孩跳舞的那些编舞，全都是 Cherry 啊，所以 Cherry 是非常多才多艺，他今年就应该是高中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12年级，所以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？